杜德伟、杨千嬅合作开骚奖凑仔金。杨千嬅与杜德伟曾是华星同能师兄妹，两人获品牌公司邀请演出 crossover 演唱会。日前拍摄海报，坐埋一机讲究室外，更分享凑仔经验。杜德伟称曾跟千嬅在节目中合唱，合作演唱会是新尝试，他期待演出的火花。今次演唱会不设公开售票，问到未来会否开多场公开演唱会，杜德伟表示计划今次演唱会内容的过程中，大家也觉得很精彩，有国语歌、快歌、慢歌，以及互唱对方的歌，当然还会跳舞。他与千嬅也希望跟更多观众分享，甚至冲出香港。